老板，来碗。面条。你看。哎，老板，有只苍蝇哎！谁说有苍蝇？小子，哪条道上的呀？够事情啊！这条道上了。好啊，贼喊捉贼！算了算了，我不吃这个面了。嘿，你不打听打听我林小小是谁，敢吃老娘的霸王餐？看什么看？吃你的面！喂，你干嘛？哎，叔叔。好了，可以滚了。哎，这是我。兄弟，冷静冷静，兄弟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是个天使。哦，其实呢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有病。你是有病？我没有啊！不要以为老娘长得好看，你就可以占便宜。哼！对吧？哇！名字？谁？好，还有一个，张蛇。对吧？你名字？好。哎，这不是来报名吗？是报名。可是我们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要，老婆，你要报名了？嗯，嘿嘿，扎一马步我瞧瞧。马步啊？扎的？扎！当当当当当当！扎！扎呀扎！别跳！玩呢？耍猴呢？骑马呢？这。乖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那么凶啊？哎，那边行。他怎么能报名啊？虎背熊腰，仙人峰道骨，一看就是不足之人。我说快点，哎，不，那我还乖。哎呦，那么凶啊！哎，想报仇。